明早上好，我是丹丹。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丹丹，欢迎来到今天中午午餐配饭的时间，好不好？今天呢，这支影片内容一样是我们的素食既往模式。我必须认真讲，上一支还是第一支影片的时候，有一个观众跟我说是素食既往，我才发现，真的有三点水，我一直想说什么是素食既往 ，Oh my god！只有一个人发现，只有一个人跟我说，好不好？我们这个素食既往影片好不好？都听到大家的心声了大家想要看什么牌，我们都会尽量来玩。那今天中午来给大家配饭的呢我想说蛮多人敲碗看这个九院法的蛮多人看这个九院法的时候，我们就来抄一套九院法。那一样呢是请出了这个2020年的我，在那一年2020年是我非瑞局打的最后一届，刚好有拿这个九院法去打，所以我来抄一下，我来抄一下。好嘞，那我们这边就直接给他抄起来然后我跟你讲，那个版本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那个版本应该是帕拉奖刚出来的那个时候日本法神帕拉奖。那个时候为了学这套九院法，因为要去打那个瑞局嘛，然后那时候准备瑞局是算是非常认真，然后那时候帕拉奖直播我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然后连他关台之后的 VOD 也一直看一直看，一直学这套，看他的棋手到底是怎么留的。因为他在当时用这一套是真的打出一个算是在当时环境来说蛮载资历的一个内容啦，所以当时是学这套学了蛮久的。所以我当时出这支影片的时候，我讲解的非常细然后连那个备注棋手该流换什么都有我有特别记得。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打比赛偷带了一张这个雅典娜，但我真的有一点点忘记这个雅典娜是要打谁的但没关系，如果有人去翻四年前的影片，我一定有特别讲这张雅典娜，因为这套牌组就是一个39+1的牌那个一你想带谁都可以。那我之后就是挂了一张雅典娜去对付一些特殊的东西好，那我们这边这样子，然后跟九院嘛。克拉克九院，那这样我们就全部组完了，是当时这个极斗版本的九院法那有的观众现在看到这边应该会在想，奇怪，阿蛋你怎么没有视讯因为我现在录这支影片的时候是几点？凌晨4:12没办法，要让中午的你们有东西配饭，所以我只能够在这个时候拍个片，然后做个影片上传，然后睡觉。然后下午再来回复你们留言，好不好？所以呢，大家如果是中午有觉得看片吃饭的以及晚上6点有觉得看片吃饭的也是麻烦大家多多支持我也收到非常多大家的那个回馈跟建议啦大家还是看起来还是蛮喜欢这系列的，毕竟这系列就是一个比较轻松打牌啦当然，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要看那种认真教学的，也不是不行，但是我们到时候再看看，至少我们这一个月的素食既往，我们会以这种模式来做下去，然后看能不能就是尽量能够做到。都可以每天2根就让大家午餐有东西吃晚餐也有东西吃，然后这样可以把我的这个频道的流量再冲起来一下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棋手留了一张智慧之光之后抽牌长这样怎么办？好像炸了是吧？还是我们这边直接投？直接投下一把当没有这把？不是，我跟你们讲，我们昨天晚上配饭的那支影片就是我玩那个谁，我玩那叫啥？玩那个进化皇，对不对？连输2把，可是呢，我自己观台，不观台，我自己在后续在自己玩的时候，就是没有在录影的时候一直赢，我打了一个高连胜，然后后来又玩了其他怪怪牌，然后又掉了。好啊，对啊，我们观台就赢啊，这什么潜伏那个？我被屌被天克怎么办？我们这个是被天克的。要这么凶打错一要先抽的没差，结果论没差。那这边进化，然后拿2张，这边的话2张1就抽掉吧。赶快过牌，赶快冲，然后赶快九院下来，不然快不行了，快不行了。我们做得到6院吗？等一下冲2次，冲3次，可以是可以6院。我们是可以6院啦，但是我们撑得到吗？有点危险，意外失足。所以他没有要在这一趟桥，他要蹲，他一直蹲。这个版本是不是有打2下？是不是有五费打2下？好像有好像有五费打2下哈。那完蛋了呢？点头，然后。可以12吗？可以12这样子，它会是30。
感觉比打进化好哎、欸，一二可能比进化好一点，冲两次变六，一二好一点，一二，你等下至少等下还有一个零可以去解，可以二零解东西，如果有东西解的话。不过打两下的话，这边打多少？ 16， 然后再加一个 0，17， 还不会倒，还不会倒，还不会倒。嗯，也就只是还不会倒而已。哇，其实我们这把虽然看起来前三turn很差，但其实我们冲很快，我们可以做到等一下下一turn四费，就我们先不乱场面，我们可以做到下一turn四费 024， 然后再下一turn会是0加7。这其实说真的，我们蛮优的，可是哦，没办法，遇到这个天克局，这真的是天克局哎，不是啦，怎么会遇到这个啦？佣兵即位说，这边肯定是要，哎，他这样没有要站起来，他这样这下没有要站起来，要继续蹲呢？好吧，那就只能够直接怨了。然后我们这边怨的话，就进化盾吧。进化盾，然后其余敲头。然后如果我没死，他把这些解掉，我们冲多少？冲五嘛。Oh my god！ 双剑倒了，不是啦，老哥，怎么来一把天克局啊？啊，这什么？好、啊，好、啊。老天要我输欸，各位，老天要我输欸，那也没办法，反正这也是你们想看的，你们这样的，这样你们的午餐饭更香了吧？还是你们这边那个留言打字一下，说一下你的午餐吃什么？好，凌晨四点快四点半给我看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有点顿时有点接受不了，说实话，但没关系，我们转换一下心情，来到第二把，第二把遇到一个吸血鬼，那版本吸血鬼是不是很多快吸？他零分欸。应该还好吗？哦，先手是不是不留盒？先手不留盒，我想一下，先手不留盒，然后克拉克这样子。哦，有怨，有一抽，然后有克拉克，哎，有小紫人。我跟你讲，我们跟鬼一样。还有混沌巫术师、天虎，这先手天虎、起手天虎了，各位。他是一个快吸，他是一个快的。那我们这边打克拉克，等一下可能要急要去解他的二二之类的东西，然后二还可以抽一张，搞不好可以补个一费。哦不，真的是快吸耶！啊，这个我们头腰不见了，各位，我们怎么这么可怜啊？我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可怜啊？各位，到底为啥啊？好、哦，等一下可能四费要打二二吗？打二二，然后五费打进化，他又在加嘞、欸。有，等一下会有一只超级大只阿狼冲出来、欸，为啥、啊？为啥我们这么可怜啊？我们是哪里惹到别人了、啊？到底为什么我们这么可怜？没道理啊。然后进化会破坏一个 X 位以下的虫子，哈，又加。刚才加一，这边加，总共加四，有一只加五了哎、欸，他这边有一只加五嘞、欸，真假的啦？不是真的假的啦，有一只加五了啦。哦，不过好在他这边有长大，所以我们可以送掉，这样子我们可以打进化加一个换鬼，那就这样子送掉，然后下来。哎、欸，不对，不能打进化加换鬼，费用不够。抱歉，数学不好。但我们还是得这样打啦，就是还是得送掉，去做一下充能，那就只能够祈祷我们不死吗？好难欸，真的好难不死欸，说认真的。等一下的话，可以201。这样冲三次，冲三次，然后花两费，有机会二零一，然后九渊。如果没死的话，但我感觉我要死了。阿杰鲁，要进化状。
残したりしないわ。哇，他手上有一只超大只的啦！哦，想一下，点怪，然后零，然后压进化。不对，我数学不对，科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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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错了，我送错了，我送错了，各位，我送错了，我送错了，我送错了，啊啊啊啊啊，我送错了，完了，完了，各位，我送错了，啊，我送错了，完蛋了，要送这个，啊，我真的奇怪，我怎么没有东西中，完犊子啦！要死啦！他在逼人我，啊！他真的在逼人我，啊，各位！哎，没有，他在逼人我，他在逼人我，他真的在逼人我。斩了吗？场攻九，没斩，再复制一张。想一下，要送掉吗？要送掉。啊！哒哒哒哒哒哒！哎，还是我们不能打进去啊？哎，这个版本，干，等一下，打进去好像。是不是不要打进去比较好？好像打错了，好像不要打进去比较好，欸，好像连错两手，欸，不过事实也证明啦，啊，那个版本确实是需要练习啊，各位。那版本确实是要练习啊。哇，我上一手好丑哦 ！Oh my god， 很下饭欸，各位，很下饭。上一把是遇到一个天克对局赢不了，这把我自己丑了。哈？什么东西？不是啊，他刚刚到底加什么？他那个不是加二加零，还是我完全看错效果了？给予一张手牌中吸血鬼加二加零啊，所以他没有一只即时的生物在手上，所以我赢了。恭喜你们饭变难吃了，还是你们觉得对面这操作很好吃，应该是挺下饭的。我那一回合打错了，好丑，拜托。你们如果有看到那一回合，当没看到，拜托，谢谢你们哦。好啦，那今天午餐时间到这边结束啦，那我们晚上6点见啦，拜拜，晚上见，拜拜。